锵锵三人行，李文啊又从美国载誉归来了哈，对，载着假珍珠归来了，对，哎，但是李文呢就好像感觉有点 FBI 派来的，为什么？从美国给我们带来一个大案，就最近轰动世界的一个话题，对，这个话题跟体育有关，嗯，所以我给你找来一位好朋友，人家这李成鹏，这可是我们专业的著名的体育地记者，还很有文采的。哎，他可以帮你啊补充案情。好，你说说最近在美国这么火的是什么事儿？就是一个 Mitchell Report， 就是一个 Mitchell 报告，他是一个以前退休的一个 Senator， 一个市议，Senator 就是美国国就是现在播出的就是李文教英语节目。哦，不，就是因为他就是曝光了有409页的，花了$20 million，还有20个月，在12月13号一个重大炸弹就是曝光关于美国职棒大棒球的职棒有很多职业棒球，职业棒球有85个选手，还有是很有名的，已经就是很有知名度的。打到世界纪录的全垒打的人呢，就是吃兴奋药，不是吃，是怎么讲？兴奋剂，对，嗯，和嗑药有关。这个检察官他是花了很多钱，对，很多时间就解决了一个美国职棒嗑药的问题。妈，嗑药的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个85个这个真是大面积的。这个其实你有所不知。这个85个在这个整个体育界里边，它只是这个冰山浮出的尖尖一角，其真正的兴奋剂这个现象在体育圈里边像皇帝的新衣一样，大家人人都知道，他不说，就有一句话就说你被抓住了呢就叫兴奋剂，没被抓住呢就是高科技。他这句话，哎，你这句名言啊，我们引用一下。我们那个这个编导还做了一个片子，这个回顾世界兴奋剂，就是用你这名言打头，我们来看看。兴奋剂查不出叫高科技，现在好像是有磨尺一场这个成语，你要跟我讲，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给你说成磨尺一场。你知道就是说也在那个加州的湾区有个叫 Belco 的，你应该知道，就是他们设计了一些就是说是透明的叫 clear 的药，就是说他们都可以，就是你今天有人要查，可是他们就吃那个药你根本查不出来的，或他们终于查出来这个药的时候可以抵过你这个药，他会再弄另外更，就是说怎么讲，就是你躲不过，一直会有更好的药。有点这个有点类似美国迪士尼那个动画片《猫和老鼠》，汤姆和杰瑞，就是天天在打，就是生产这个兴奋剂的这个公司和这个研究所吧。嗯，他生产出来你查不到，等你国际反兴奋剂机构你查到以后，他已经生产出另外一种兴奋剂了。对对对对，它的clear很透明，无色透明无味。嗯，就有点类似武侠小说里边这个可能最早的鸡鸣五更散，从窗户那吹进去你就立马就蒙汗药就晕了。这个我觉着最重要的是，他最可怕的不是我们抓住了什么人，还是有好多少人还没被抓住。哎，我听他们体育记者私下里就说是都吃啊，就实际上这个事儿，哎，好像就不是个道德问题了。如果这样，哎，我总认为，刚才说这么多知名人士，那应该说人家不是坏人，对吧？已经成为游戏规则了。这种你说什么类这个监测那个兴奋剂的，都给这个约翰逊弄到他马桶上。对，本约翰逊，你看他跑，他那个体型和人说他像个拳击选手，不像个短跑选手。对，短跑选手需要你细长流线型的。那么那88年奥运会，本约翰逊他在。这个服用禁药在汉城的时候，他不知道人美国人高科技啊，
没被抓住都叫高科技，在他马桶下边，他每天大便小便人能监测出来今天吃了几克，啊，相当于你调查你吃多少味精用了多少醋一样。这就是你说的那个到账一尺，哎，到账一尺。他是什么呢？我不先不揭发你，因为我也可能啊，我揣测我也不太干净，但是只要你得了冠军我就揭发你，呈堂证供拿出来。其实你刚刚讲的很好一点，就是说为什么没有人去查错文，大家都已经知道是潜规则，大家都会百分之，你看像八十五个队友他查到了 Mitchell， 他是从三十个 team 里头，这不是一个 team 里头的八十五个人，是三十个队棒球队里头的，这个是很大的面积。他说就算感觉这个冰山还没碰到，对，那为什么还有人在去弄，就是因为是太商业化了。嗯，你像要我就像我觉得这个 Mitchell 做的不好的事，你曝光出来可是你没有一个答案，因为这些小孩子们像小我，你也知道棒球在我们美国人的心里小时候呢，就是他的是我们最喜欢的第一个运动，休闲运动。我们小时候跟爸爸妈妈牵着爸妈手就去那 baseball 那个 arena 去看，完了吃热狗，完了对，我也可以，这棒球是特别长的，三四个小时跑不掉的，可以培养感情这些的。所以很多和我们中国的麻将运动一样。对，所以高中的那个小学生，现在兴奋剂10万个人，现在年轻的高中生也开始，因为向往的是我要做这个 Barry Bonds， 我要做这个 Roger Clemens， 就是棒球的 number one 的人，你懂是吧？所以我的感觉就是说，这是刚才讲是道德的问题了。因为你 Mitchell 好不容易曝光，好不容易有一个人站出来曝光了，那为什么不能把他的金牌银牌什么都收回来，或者叫他做一个好的一个 spokesperson， 一个代表人，说我做错了，那希望这些小孩子不要做这个坏的榜样，到现在没有个结果。就是其实这个最早的奥运会啊，古代奥运会是因为这个希腊各城邦老打架，老掐架。这个有一天，这斯巴达王和伊利斯王就说：“咱哥俩打得太累了，对吧？咱别打了，累死多少人？因为那时候各个城邦人也不多，对对对，少了100多人，多的也就1000多人。对，咱们看过那个300斯巴达那个电影啊，对对 对, 对, 对，那也就去了300斯巴达。对，咱们汉朝可能一出，对，都是同性恋，一出动咱是50万军马，对吧？有什么霍去病带领？那时候，他呢就是。就是为了和平而举行这个奥运会，田径决胜负，第一个正式的比赛我记得是这个跑步，192.27米，和现在不是百米跑，192.27米，据说是从这个大力神的这个脚的1/30来算出这个距离的，哎，就很美好，有橄榄枝有什么的。但后来那我扯到这个琼斯，就刚才这个琼斯夺得在悉尼奥运会夺得了5块奖牌的琼斯，他就检讨自己为什么会走上吃禁药。他这禁药吃的很那什么，前男友是吃禁药被抓出来的，他的丈夫吃禁药被抓出来，他的经纪人是专门卖禁药的，他的教练是专门是让很多人吃禁药的格拉汉姆。所以最后他就回忆自己小时候，他才7岁的时候，他看电视，1981年就看到那个查尔斯王子和戴安娜婚礼，他就问他妈妈，为什么我不能走红地毯？他很穷，美国很多孩子也很穷，他希望出人头地成为巨星。所以说在这个行业里边，他你说他是故意的吗？我有时候我不能不想从道德上来说，有点像演艺界很多女影星，她都整容，我们看着非常漂亮，其实她是整容。我明白你的意思，他们这事儿和道德没有关系。她一急，这个人一急就完了。对对，本来是很爱好的，咱们大家运动运动，到后来变成争胜负了。对，到后来变成我个人在这个世界上的名和利。对，这些玩意儿，那就是。那就我跟你讲，主持人我听他们都说过啊，是美国吧，我不知道，不确定啊，说外国有的那个主持人，那种娱乐节目脱口秀节目的主持人，他是逗可卡因的，逗可卡因啊，就是说我们这行当里都有吃兴奋剂，那玩意儿你当然兴奋了。对对，你好，你不用，你比如说一个艺术家他得多大功夫调动自己的激情，那玩意儿你吃可卡因的那个，他们说美国很多大律师上庭之前在洗手间吸两口，就噔噔就两道，那是雄辩滔滔不绝，对方都镇住了，这口才妙语如珠，状态好。你说这东西，别说对，以前老艺人演京剧的啊，都有吸两口的习惯，鸦片嘛，鸦片先吸两口上台去，一下精气神就出来了。所以兴奋剂的现象是由来已久，遍及各个行业的理论，你不要那么义愤。我的感觉就是说，因为比如说我们今天我做老师的在美国，或者做任何的比较职业型的，都是要 drug test， 你要去做这个的，怎么讲，要去看你有没有服毒什么，怎么有要做一个这个试验测验。你还兼职干这个的吗？没有没有，就是说你每个职业，好的职业 professional 职业，
高个主持人也要去验尿验血才知道你是 clean 的、哦你懂意思吗？所以我的感觉就是说，在疫情开始之前啊，在选你验尿、检尿、验尿、尿检。就是说，你有这种的，为什么我们都要我们个老师职位或者是一个主持人的职位？那你是职业棒球，这么多人去付这个钱去看你的，你又是打这么好这么多的全垒打的世界纪录的，因为就是一个 greed， 就是说一个贪，我要更跑得更快，跳得更高，丢得更远，完了最后。你现在怕查出来了，是不是丢很多脸呢？所以这是商业化的行为，就是说他的队长、他的 team leader、他的老板、球队是很多利益。你刚刚讲的，这么都有问题，都是祸首，不能老是怪选手。我觉得这等于贩毒集团的感觉是。咱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李玟其实平常是很多表现也像是服了兴奋剂的。我需要，因为我每次要跟这些小人斗的话呢，必须要很好的精神。到了法院我就精神来了，到了法庭。你怎么说你的这个行业也要尿检呢？因为老师嘛，你要跟很多小学生、幼稚园的学生或者是学生们，就是说要去抽血还有验尿，因为他不需要你要犯罪、哦、五年的犯罪有没有，还有那个有没有吸毒，对，吸毒有没有这种记录，对啊、哦、所以李玟对这个看得严。你看人李玟收集的材料还给我们讲 ABC 类固醇的副作用，对肝的损伤，癌症倒是能多毛多还是抑郁暴力情绪多变，男生胸部能发育，听起来不错女生声音变低沉，我那女孩子会长胡子的，很恐怖的，因为是荷尔蒙嘛。哎，所以说最危兴奋剂最危险的啊，它还不是说它的成绩是虚假的，嗯，它最危险的是它运动员本身的和这个学生本身身体的伤害。我们看到很多世界赛场啊，包括世界级的比赛，踢着踢着球吧，一个运动员突然倒地了，就死了。包括各种球类，有啊，非常著名的，你包括啊，这个但暂且不能指名点姓，在排球场有一个著名的排球女将突然暴毙，有人说是心肌梗塞，有人说就是吃兴奋剂啊，因为你必须更快更高，你跳得更高，你必须加强你的肌肉。它这个涉及到啊，一个你像你们搞这体育报道的啊，就人的身体要不通过药物，是不是有极限的？就比如说一直就有人问，这短跑是不是人类这种动物它最快最快它能跑到多少？以前说百米跑，人科学家就根据人体的骨骼呀，你的肌肉力量啊，你的韧带，说最多人类能跑到9秒86，旋即这个就被打破了，被兴奋剂打破了，被兴奋剂打破了。本约翰逊还跑到9秒79了，对吧、啊、现在就是说有时候人会想，有的科学家啊，有的有正义感的科学家就说，以后我们会不会奥运会百米决赛的时候我们看不到这个八位选手，只看到八辆火箭哗就过去了。有可能啊，确实都成超人了。嗯，我觉得就李文说的很有道理的是，他不仅是运动员在服用这个兴奋剂，连一普通的比如他学校里的职棒选手，就业余棒球选手，哪怕练肌肉的，包括演员，你看史泰龙人就说了，他演了兰博第一滴血，对吧，都是非常的这种雄健的。听说看到他在这个更衣间注射这个打了以后几分钟以后肌肉非常饱满。而且我的感觉可以隆胸用啊，我可以隆胸用，打两针绷。可是你的头发会长到你的后面，你的前面玩了一大堆青春痘。你的头发长在你的前面吗？不是你的头发发会在你背上，因为是 grow hormone 嘛，你会荷尔蒙开始长头发嘛。是。所以你头发乱长，就像一个毛毛人的一样，你会这样子，为了你那个，所以整天要刮背，很麻烦的。玩了青春痘。考虑的美容。哎呀，不是，我意思就是说。哎，讲回来就是说，讲回来，你今天假如说你今天考一个试，你去考试，你是学生，那你不能去 cheat 嘛，你不能去作弊嘛，这也是作弊的方式啊。那为什么已经大家都知道了，那这些人还是逍遥在外呢？你现在高考的那个考生嘛，不是前一阵传出来那个，就是说打那种家长给孩子打那种什么球蛋白，对，实际人家说没用，那玩意儿还得闹病呢。对，但是据说呢，就打这个球蛋白之后，记忆力无限增强，高考就能够过关。不是好多家长就真的打呀。所以在无限的名和利的这种驱使下，他会做很多事情。嗯，就是最后你一个世界冠军，一个奥运冠军背后，他
有名有利的不仅是奥运冠军本身，他的经纪人，不过他的团队，不过说了半天，感觉咱们好像老说外国的。刚才李文还小声嘟囔了，咱们中国没有吗？这事儿你得说。查到了，谁要做坏人？好，你念念。你做坏人。这个。1994年广岛亚运会嘛，说11个游泳运动员。七个运动员被查出有违禁药品的服用。98年亚运会，曼谷亚运会是11个。过去你看我们包括咱们说五朵金花，那可是都是民族英雄啊，都是大众情人啊。金花后来就不见了，就变成烂花了，后来就没花了，对吧？这个包括陈运鹏啊、周明啊、张雄，都是赫赫有名的学院派教练、金牌教练，后来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不在了。但我们现在不能说他们就干了什么事儿，但是确实经过一系列的中国兵团的和违禁药品有关系的，最著名的孙英杰，前几年孙英杰，南京，对吧？南京十运会啊，服用药，这个每一个兴奋剂药后边都有一个很传奇的故事。后来人家问你解释，你为什么会有兴奋剂，服用兴奋剂呢？咱们国家，咱们体育总局严厉打击这个兴奋剂。他说那天啊，就突然他一个队友，是个男的，孙英杰是个女孩，他一个男的就跳出来了，像男的，还说我一直暗恋孙英杰，我喜欢他，我就想让他获得好成绩，所以说我趁那天他在我们教练我们一块做课的时候，他刚刚转身，我就投了一点兴奋剂到他的杯子里边，那法官又问了，那你这个兴奋你从哪儿来的呢？你也是运动员，哥们儿想了一下。我这兴奋剂，有一天我去天安门啊，旁边有一厕所，这东边有一个厕所，一看我去上厕所，一看挂了一书包，里边有一盒药叫大力丸，大药丸子，我吃了两颗挺好使，我就去给他塞过去了。后来我一想，天安门东边那只有咱们公安部在那儿不干工，公安部旁边是难道是卖兴奋剂的吗？他很传奇，非常传奇。而且其实你就说这个。我觉得你说中国运动员，咱不能说是组织上吃是吧？但是他自个儿吃，但是这玩意儿也是个科技含量相当高的事儿。很高。说实在话，你要是说自己到什么药店买一个吃，我估计还没出门就给查出来了。现在这个是我觉得不太好的事情，可是不晓得能不能播。这个是新华网也播，在2007年9月24号，就是两个月以前，美国最大的兴奋剂案查到了，中国有30家原料制作商供应。哦，我们供应原料间，这是事实啊，这南这个新华网的这是李文说的啊，不是李正峰说的。人家美国报99%呢，我就不想讲了。意思是说这个药从哪里来的，对不对？那现在怀疑，那像奥林匹克也来的，我们现在很紧张。像奥林匹克也说，中国反兴奋剂工作情况介绍开始了。奥运会的人自己会说，好，你们大家都不要 worry， 对不对？我们的这个是在我们的国家不会发生这些事情的。其实说起来，中国不仅生产这个一次性打火机，这个各种成人衣服啊，对对对，也提供这样的原料。是，不，原料不能说明问题。那就好像你那有人做那个冰啊，那个原料是麻黄素，那麻黄素没有什么。可是这个7个原料是只有 license 人才能，这是给药房的，不能是说你知道制造商去做这些，怎么讲厂。那个厂商对，就是说你知道这个是犯法，国家有国家，所以他们被抓了嘛。现在中国很配合美国的在，你懂是？但是我觉得这个体育比赛啊，这压力真是太大了。你而且特别，你比如潜规则的麻烦就麻烦在这儿。好比说我这国家我必须得拿金牌第一，可是我怎么能拿金牌第一？我明知道你们都吃，那我怎么办呢？所以说还切咱们这个节目的题，抓住了。就是兴奋剂，没抓住高科技。对对对对对对，对吧？是是是是，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好，程鹏讲故事，讲故事，讲故事，讲故事。所以说，这个他不是说你一个人吃，他一个人吃，好像从很多传闻来讲，大家都在吃这个小，像吃零食一样。你比如说。琼斯这个悉尼奥运会5块奖牌的获得者，他去给法官承认我吃了药了，那这个金牌肯定取消，那么应该给当年这个2000年悉尼奥运会的第二名亚军，亚军叫萨努，但是这个也给不下去，为什么？大家发现萨努也是吃禁药，而且这萨努很好玩，这个女孩，然后这个雅典奥运会要查她这个兴奋剂的时候啊，她制造了一起车祸。你比如你要让你去尿检的话，你突然遇车祸了，你尿检不了啊。但大家都知道这个人是肯定是有问题的，但是你不能说他就是有问题。所以这个奖牌吧，你
金牌选手有问题了，你把金牌拿给获银牌的人，银牌还是有问题，拿给获铜牌的人，铜牌还是有问题。这就是呈现在你面前的现实。你比如你整天投诉这个，你要人做正人君子。嗯。可是我跟你说啊，如果这潜规则，所有人都是靠玩招数做小人，但是才能得冠军呢、啊，那你这正人君子就被淘汰啊。没关系，因为我问心无愧，我相信我们这些看的这些人，就是说我们一直，我上今天学的最好的是专业的体育比赛也不能够凌驾于法律之上，因为吃这些打这些东西在中国还在哪个国家，只要这种奥林匹克国际的地方，就是不能有这种事情发生，是犯法的。那我是赌法的，我也是玩法的，所以我觉得那我就选择不要看，看了就伤心，因为体育是一个人的看你自己的身体出来的这些的怎么讲，就是自己的这个体力或者你的才华或能量，对不对 ？Endurance。所以现在我就不看了，我选择躲可以。看法律、嗯，看法律和看事实真相两个还不同。看事实真相就是说你究竟服了还是没服，看法律的那就是说谁能躲得过去啊？对。现在我觉得是看法律啊，大家都看法律嘛，发现了那就受罚嘛，但是没发现的呢，他就是还拿着金牌呢。所以我就选择不看，这是我的选择。那你选择看，那每个人价值观不一样。其实，这我稍微不同意李文的一个就是什么呢？有体育比赛，有竞争，他一定会有猫腻和一种恶劣的手段。他可能今天不采取吃兴奋剂的这个手段。对，你一看当年在美国举行的一届奥运会，也是当时是4万米跑决赛之后，就一个英国选手，三个美国选手。嗯，美国人自己团结呀，不行，不能让英国这哥们儿得冠军了，就开始阻拦，拿胳膊肘撞别人的，3-1啊，像那个像斗地主一样，我先把你弄下去，然后不行，这裁判说你这不像话。后来成什么了？就后边那哥们儿把前面那哥们儿短裤子给扒下来了。就是大部分什么招都有。大部分是兴奋剂的，是不是团体活动？是 individual 的，是个人的比较多。嗯。你懂，像棒球是一个人在打，啊，或者是 cycling 是一个人在。你那种体育，我知道你讲什么，那是很难控制的。所以这种啊，不可能每个人都是这个健步三十。